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生命的快乐来自未记得自己，一心只想着众生。道元禅师曾经开始研究佛法，就是伫个研究自己。研究自己了后呢，进一步就是白记的自己，最后将自己奉献乎一切众生。假的看，动真的在做，四大假合之心，终究有败坏的时候。究竟观察，根本无我可言。了知初心空寂，了无自性，就会当超越一切身心痛苦，得到大自在，得到大安乐。放下就是借由空性的分析和体证，让自己过着无我的生活，这就是真正的放下。放下是什么呢？无什么物件可以放下，是为放下。放下不过就是如此而已。Thank you.
现在追求的一切会当予咱永远快乐吗？一切法无常，无自性，显然咱所追求的拢并毋是真实甲永恒的。唯有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，才是咱应该追求甲体证的境地。一切现象拢只是一种缘起法则而已，真如本性即坚固。但因为被惑于虚幻的现象，才会造成真多苦乐的问题。当知影观照真如本性，佛国就伫个眼前。学习一句话，动假的看，动真的做。世间的万事万物，拢是刹那无常的变化，无一法是永恒不变的。
管我们遇到顺境或者是逆境，一切都参存落雨了后的彩虹，那一半幻化无常，灿烂而美丽。修行的心无排斥甲执着，成为真正的修行者，对自法绝对没有凡夫那一般的好恶和分别，因为自法无自性故，行者自然以平常心为德，如此才是真正的修行。弘一大师曾经讲过，了世如幻，爱心永存，咱爱彻底地了解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幻化无常，必须学会放下。虽然世事幻化，咱对一切众生的悲心却永远无退转。只有自佛的生命是彻底的解脱，也是永恒存在。试看卖啊，放松身心，何心不起分别，不起形容，不起念头。Thank you.
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变化，无任何一法值得咱执着甲留恋。当透早的阳光照射到大地时，花草上的露水真紧就会被蒸发。有流感的变化就是如此，五欲的享受将会是无常的变化。追求无意义的快乐，就参像是一个戆人共款，盲目在追求刹那的生灭法。各以此为快乐。世间的福报终究是无究竟的，因为自性无常是生灭法。凡是存在的诸法，拢会有变化，有生必有灭，就参存生命必有死亡的一天。所以讲，生灭别记，寂灭为乐，唯有超越生灭，才会当享受到真正的解脱安乐。一个人如果在世上虚度百年，也不如虽然只存活一日一夜，却会当修持无常、无我、缘起性空等妙法。Thank you.
生命的价值不是在寿命的长久，而是在是不是活得有意义或者是充实。正法才是咱生命的归依处，临时计较寿命的长久。作为佛陀的实证者，绝不是以抱怨、受恨、哭闹来解决任何问题。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力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新逢孝亲报恩月，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启建盂兰盆暨地藏法会蒙山施食，日期8月31日星期六上午8:30开始，恭送盂兰盆经、地藏菩萨本愿经、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，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护身佛前大供，恭请湛明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，03831167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，
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，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据说在明朝的安徽迎庆寺，农历8月15日中秋节时，常住会派给每位僧人一个月饼。然而有个小沙弥肚子饿了，准备拿起月饼充饥，不知从哪跑来一只很饿的小狗，不停吠叫，摇尾巴，绕着它转，并乞食。小沙弥屡挥不去，便踢了一脚，小狗因此哀嚎逃开。小沙弥顿时后悔，我饿了才要吃月饼，他不是也饿了才跟我讨东西吃，为什么我要踢他一脚呢？于是就把狗找回来，剥半块月饼分他充饥。自此时光顺逝，小沙弥在69岁时已是位老师傅，掌管大殿香灯师之职，而当年的那只小狗也转世为人做县长。有天县长前来烧香，众师将寺内外打扫干净，并于山门外欢迎县长。见大众师父对他毕恭毕敬，县长欢喜不已。谁知入殿后发现殿中香灯师没迎接他，一怒之下命侍从打他30大板。回县府后，县长心想，道士拜佛本为职府，应对三宝恭敬，没迎接也就算了，怎么可以打30大板呢？职福不成，反罪过弥天啊。为补偿这个过失，便建造一所小寺院来供养香灯师。香灯师闻后心想，这寺里已经被打30板了，过去修行可能被打到连命都没了呢。于是怕得不敢接受。此时住持和尚是位具有慧眼的正果圣人，告诉他，县长的前世正是那只小狗，并将前因后果一一告知，香灯师才肯接受县长的供养。最终于3年后72岁时圆寂。因此那时的丛林道场流传了两句名言，一脚30板，半饼共3年。由此可知，因果报应是千古不变的定律，若明了因果，自会谨慎三业，进而断恶修善，即是学佛的第一步。